陆岩饰演守护登登，两人间的感情更加浓烈。我打心里已经认定你了，这辈子我就赖上你了。登登意外使黑圣女复活，却发现两人竟是共生体。我死，他绝不能独活。是时候该做出决定了。陆岩向登登浪漫求婚，暗自决定要牺牲自己。上古一见，千年感念，今生得幸，再能垂怜。君知我意，请君为妻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再次陷入千年前的困境，他们能够改变结局吗？1月15号精彩完结篇，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请君就在艾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